你听那么大家好是吗？你听开了咱的呢，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尼西亚南达帕尔玛希瓦上师。在这个录像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开拉萨的华语平台呢，在这段时间给大家开设了非常多的 Zoom 的课程，就是除了我们的 Parma Shivoham 这个大师直接开的课程以外呢，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去开设的一些介绍大师教学的一些短的课程，也希望大家能来参加，包括铺着瑜伽呀，还有这个冥想啊，这个圆满呢，还有这个三言理疗等等所有的这些课程。然后呢在线下的有一些同修在问怎么去参加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你能够跟我们的志愿者联系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表，去把这个课程呢这个时间呢获取，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课程表收藏或者是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有非常多的新的同修，因为我们的这些活动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来通过这些活动课程来了解尼西亚南达大师的教学，所以也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持开拉萨事业发展的这些热心人呢，能够用尼西亚南达大师的教学去丰富你身边的人。然后呢，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在这个平台上的同修呢，大家能够积极的加入到开拉萨事业的建设，就是我们现在呢希望能够在各个的华语区重要的这些华人聚集的地区去有我们的这个大使馆，当然是合法的大使馆，以及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心。所有的就是能够在线下帮助我们建设大使馆以及中心的这些同修呢，也请大家积极的和马卡拉萨以及当地的负责人联系。还有在线上的工作呢，我们要建立这个电子国度，就需要有同修呢能够去加入到这个电子国度的团队去建立这个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卡拉萨的频道。这样当然这个是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基础或者是知识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所有的培训。同时呢，我也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你平时也要上网但是你平时上网不会给你证悟圆满，但是呢你来到开拉萨上网呢，它就是可以给你开悟，这样证悟圆满，师父会把这个灵性的礼物还给你的同时呢，网络呢也是未来这些年呢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交流的工具，包括经济的发展，所有的这些都是在网络会越来越主要的发生。也就是说，因为新冠病毒的打击呢，我们在线下的交流交易呢都会变得越来越少了，网络呢会越来越发达，所以你现在就积累这个网络的经验呢，为你今后的事业人生的发展是只有最大的益处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网络平台的建设。除此以外呢，还有我们的课程的关怀员呢就是关怀员的主要的责任呢，就是帮助学员做这个圆满呢，帮助大家温习这个大课的内容帮助大家呢去协调上课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我们的翻译还有呢翻译员以外呢，就是我们的媒体部，就是需要大家有这个网页的这个设计以及建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图片和这个视频的制作等等所有的这些方面的志愿者。但是如果你没有特长，你有一颗爱心呢，你想要为开拉萨事业服务，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定有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我讲的这以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志愿者的这个空间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希望大家积极的加入到我们开拉萨的平台呢，来积极的做志愿者。当然在这之前，你要先去 Parma Shivoham 的课程，还有就是去上课，然后在这之后呢参加我们的这个自己志愿者开的这些 Zoom 的课程同时呢做这个志愿者。当然了，最后呢就是成为开拉萨的奠基人，成为这个 SJP 的捐赠人，用你的财富或者你的意愿的显化财富去支持开拉萨的事业。这个呢会给你最大的福报呢，就是和湿婆神永远合一的空间。这个是大师对所有 SJP 的祝福，也是你呢为人类做的这个贡献的这个回报。所以呢，它是所有人的快速的证悟圆满之路，就是用你显化财富的意愿或者你现有的财富呢去支持开拉萨事业的发展。这个是对所有的人敞开，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意愿呢师父一定会帮助你显化这些财富的。这个就是你的开悟之路。
希望大家都积极的参与到开拉萨的活动，以及参与到建设开拉萨的事业。感谢大家，每天能登。